喽，开饭啦！团子，先来一个小甜品，珍珠奶茶的，里面还有蛋糕卷，被快递催餐不太好看，但是味道却很好呀。这是我自己做的裹满汤汁，这个汤绝了。韭菜鸡蛋粉条馅的，看见没？两个大福，沉甸甸，先来吃一个。满满的芋泥和肉松。它皮是手工擀的皮，特别软。为什么这个没有咸蛋黄啊？来一个，一个分量真的很足哎。这个是咸蛋黄的，刚才是肉松的。咬到一大口咸蛋黄，太幸福了。把饺子解决掉。酸汤饺子会更好吃一点。太辣了。